things you've done for me and you. Oh, I wanna get a lifetime of this, but I hope it won't take too long to confess to ourselves.不访问，你怎么过来？你这一路在走，是不是不访问？不访问，我跟你说，我的难得晴空溜狗，晴空溜狗的呢。跟我说，今天带的玛丽亚来哪里抓？嘉义啊，人称火鸡的鬼城。火鸡鬼城什么意思？你知道？火鸡。嘉义可爱，嘉义可爱，对对对，就是这样。Kaki 只要一进来，嘉义就会被杀掉，所以 Kaki 会很害怕。只要鸡经过前面都，听我说，嘉义呢，上次邀请了温央来玩，他们觉得我很满意，但是那是春夏的行程，春夏。今天特别秋冬，隆重今天邀请你来这边吃喝玩乐。为什么秋冬要来嘉义？因为听说来嘉义秋冬旅游是有补助的，怎么个补助法？现在看字卡就知道。阿良，第一站吃什么？锅包。我跟你讲，嘉义我真的不熟，柯我也不熟，可是我今天呢，准备了一个不错的。向导，地方弟兄，对对，他带你们吃吃喝喝玩玩，好不好？真的，好好，这位是 Miki 哥。Miki 你好 ，Miki 欢迎。自己本身拥有一家饭店，俗话说啊，出门靠朋友。像这种家里有饭店，我们要好好的。像我们这种没饭吃、没地方睡、欠睡的朋友，欢迎你都来兰桂坊。兰桂坊，你取名叫兰桂坊，哎呀，真的。Miki 哥，这一家为什么必来？它是嘉义在地人一定会吃的海鲜，它的东西都是从东石或者布袋直接过来，这边的鱼货都是很牢啊，就是。玛丽亚，你这种餐厅你是第一次来吗？对。那台哥，你先带着他看看。哎，这是什么？这个是鸡蓝佛的鸡，蓝佛的。我觉得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我觉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吗？算了。其实嘛，国内话葫芦公料理，葫芦公。错嘞，不是这里。哎，快，没有必要吃。没有必要讲的，没有吗？爸爸带司机来，爸爸料理的，爸爸。哇，这是什么？葫芦公。这个。葫芦公。怪呀，他说这是红萝卜，我怎么办？一的呢？一西波，红萝卜じゃない、西波です。西波ですね。我当西波。西波，美味しいだよ。南佛加上尾巴，吃起来啪啪，あの嬉しいね。他把棺材里面弹起来です。踢開りました。大家听吗？好，开动。我就知道你第一口就想吃。不是，我是先帮阿布玛利亚上夹一只，整只的。我发觉有一个吃东西比我还好看的人。基本上大家吃东西应该都比你好。真的假的？哎呦，他真的炸得好，不是开玩笑。你光看这个，你就知道是真正的野生。这个位置都是算量的。好嘞，三刀一起嘞。什么？哎，什么？我以为这个吃起来会很容易腻的味道，这个不会。不会，对。他会的中文还蛮多的。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啊！不是，它的反应很满的。嗯，我不，这个环扣好冷静啊！我跟你讲，这一吃就是钓的鱼，因为它养的鱼会有一种土味，这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在吃东西没有过多的形容，看脸部表情就好。你要说什么入口即化？来，等一下，你现在入口画给我看。你现在画一个干贝给我看，怎么画？哇，大心啊！鲑鱼。欸、等一下，玛利亚前面那一杯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龙虾血吧？不是不是不是，对，龙虾血。龙虾血吃的会怎样？是会什么冰雕掉的？冰雕，那乒乓球队喝完就会打乒乓球。那不先不用好了，先不用好了。他搞不清楚是什么，但他觉得很危险，先不要。受吧受吧，哎，这个老板他今天这种待客的方式。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盖方我跟你讲，就是跟他们结盟了啦，结盟了吗？哎，我刚拿过来，大姐大姐。秋冬来嘉义可以吃秋蟹，我跟你讲，秋天呢、啊、就是品尝蟹的最佳的时机。吃蟹的时候不要忘记喝一点绍兴酒，那很奇怪，蟹要配黄酒，不知道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吗？是可以接受。哎呦，不错哦，蛮好吃的。我是剪在台北吃鲔鱼的时候觉得日本的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我那时候觉得日本的比较好吃，比较好吃，可以吃吃看。果然是日本的比较好吃。喂！看到没有，这边这个感觉古色古香。看到这个火车头，想到谁？詹天佑。你好会想。想到了刘铭传，他们都是跟铁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台湾社会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怎么说？就是很具有素养的。不然现在小朋友看到这个，就是想到 AV 帝王，因为火车便当，这样不行嘛。就是要有你这样的人带领。哎，我讲好话，这样也要打吗？Miki 算是这个嘉义的地头一方之霸。你刚才想说地头鹰，对不对？简称。那其实这个车站它其实是从日本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应该是从阿里山的块木要把它运到这里，但是它现在其实已经改变成是我们可以从这里乘坐小火车到那个奋起湖。哦，这边可以到奋起湖，我们能到奋起湖，那我们就稍微逛一下了。要看一下，在逛之前我想要问 Miki 一个问题。是，我现在裤裆觉得快要烧起来了。嘉义十一月还是这个温度吗？对。玛利亚会不会太热？看你穿毛衣。你如果很热，你脱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先不用。先不用吗？他已经会先不要，就跟你说了先不要。好了，你带着玛利亚，然后跟 Miki 一起逛一逛。你给我们看一下。真的很热呢。哎，其实在这个里面看一看也蛮有这种怀思古之幽情。这个地方啊，我们就通常一般来讲呢，这个地方。Miki 桑，你在那边就好。对，没关系。你刚是不是？你刚又扫的。对，你又扫的。你刚是不是叫他走？刚那句被我打断，你是想说什么？我想说，玛利亚桑，这边是不是有怀古之幽情？你要讲这么正经的东西，我要讲这么正经，让我错怪你，好不好？那你讲吗？我想一想，还是算了。还是算了，为什么？没关系，你逛一逛就好。阿里山到嘉义。阿里山，我有去过阿里山。去过吗？嗯。阿里山 MV 那首歌叫什么？勇往直前。勇往直前怎么唱呢？你教他唱一些夜行列车啊。夜色茫茫。
厕所很可爱，看不出来是厕，看不出来是厕所是不是？好，这一家听说是很有名的一家店，来 Miki 来 Miki 上，为什么这么多的300多家的咖啡店选这家？应该是说这家店它本身有蛮多不同品种的红茶，为什么会带来喝红茶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阿里山乌龙茶很有名。这家店有一个蛮不错的特色，怎么说？没他在里面，他刚可能进去太快，来不及退出来，就躲在那个角落。谁的是不是？是不是谁的梗怪？谁是不是？你说电视节目老电视对不对？真的老电视的梗是这样说：来 ，Miki， 你说300多家，为什么要选这一家？这才是老电视。等一下，等一下，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怎么样？他刚刚一进来就哇，会不会太日本节目？不会，会不会太日本节目？不会，不会，不会。那不然我问你好了，如果是我10年前的你，你会怎么介绍这边？哎呦，哇塞，真是不得了了！对不起，太老派，因为录不下去，对不对？大吉岭村寨跟大吉岭下寨，一个村一个巷。对，是的。好，我跟你讲，我们等下，你就不要讲哪个村哪个巷，我们来喝我就知道，好不好？ただいます。そうですね。ご返杯です。ちょっと本がついてる。こちらですか。こちらでしょうか。ダメです。ダメ。全部一样，这个比较像清淡。嗯，这个很浓烈，这个绝对是夏天，是吧？夏天，夏天。这个很香，真的有那个茉莉的味道。多，可能我特别记得。啊，坐坐。中间有蛋白霜。哦，这个很让人惊讶。哎，你看它会在嘴巴里面这样，对，就没有了。这一次我真的可以讲一口气话，这个我在台北都没有吃过，评价很高，回去吃。这一家店呢，还没有被全部的人知道，还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子把它推播出去，现在大家知道了就会来吃。我跟你讲，其实你讲说100多块钱，我老实讲，你看人家用了多少的心呢？所以请你不要用这个价值。这样不差，他八通话讲没办法，那他几遍要讲。没有人这样讲，你不要模仿，完全对。所以其实你要用一种更怎么讲？哦，谢谢，谢谢，谢谢，太虚了，谢谢。没得，没得，哎，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是，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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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哎，お疲れ様です。狐狸万达妹的哟，好了，我跟你讲，下一个地方不得了，要让你跟玛利亚两个人换上和服，然后在一个很唯美的地方。好了，那出发了。很久没有穿，很开心。台湾能穿这样子去会去夜市吗？啊，不会。啊啦啦啦啦啦，可爱！哦耶！嗨嗨嗨嗨。
哎、欸，真的，我自己都吓一跳。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主持节目的塔莫里桑呢。嗯，你还是比较像金门王的。不要闹了！哎、欸，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别有风情。像这边呢，没有想到就有这条街，保留了原来的一些房舍，有没有？哦、嗯。然后加以改建，变成了一个庭园式，挺不赖。看你猫跟玛利亚，就是稍微散步一下。哎、欸，我很少说在台湾穿着像尤卡达那边走路，所以可能我们等一下要去洗澡。是。所以是等一下那边有一个两人汤，就是说那边有一个下水汤，等一下我们去吃一下。下水汤吗？对，没有要洗。没有要洗吗？他没有想到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很像，很像。我现在很特别，在台湾体验日本的文化。这样讲起来，如果想去体验日本文化，不一定要去京都，其实到嘉义就可以。也可以。すごいね。欸、我跟你讲，如果网友到看到这边觉得这一段有点眼熟的话，你没有看错，请收看温央的一日假日 Vlog。哦，同一个行程哦，很少有节目会两组人来拍同一个行程，提拔两次，钱赚两次，切掉。好了，我们刚刚喝完茶，现在我们要来喝咖啡，而且听说这个咖啡冰砖很特殊。黑冰钻、白冰钻，黑白脆，男生女生，我来了，到了，可以跟牛奶做这样的搭配。到底要不要让我倒下去？你倒不搭配我的话，你 always always。不买。有咖啡的味道。它是咖啡，一定有咖啡的味道。你刚问我说有柏油的味道，就很奇怪。豆豆，是的，我没有喝过。你没有喝过咖啡？你没有喝过咖啡？红豆是什么？小时候以为看起来很像茶，然后喝，觉得苦苦的，就不敢喝了。嗯，有可能已经24岁了，有可能可以喝。24岁了吗？我大概54岁，34，44。这3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豆总，嘿，一袋，哎，你是不是没喝？我以为是只有很苦的那种，可是有那种酸，有一点酸酸的。坏掉了吗？你们是不是两个不懂咖啡的人？对。好，你们听我讲，喝了咖啡，对不对？就会想要来一点甜点，松饼了啦。哎、欸。好你从中午待死，待死你到现在。那个两难的压力太大。真的好吃，我最喜欢吃这个，好好吃哦。这个抹茶它的浓度呢是茶的50倍，吃完以后后天晚上，我跟你讲一件事哦，你讲，松饼吃一吃，会觉得说想要来一点清凉的，清凉的油。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不要再乱讲，真的，我觉得今天在这样一个文化气息的地方，跟自己心仪的对象倾诉内心的一些感受，可以讲。他说会融掉壁纸。はい、いただきます。哦，ダメだよ。这是一个日本人的礼貌。呀，日本人没有这种礼貌。原先他们就是ダメです。ダメです。好了，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不得了喽。前面吃完甜点，散了一下步哈，然后我们吃了很多松饼，吃了刨冰，喝了咖啡。猜猜看，我们接下来要干嘛？那边去吃砂锅鱼头啊！我跟你讲，就是现在砂锅鱼头给推了。
got you in my head. From all those pretty words you said, it's like I'm wasted.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I'm losing track of time and space. I don't know where I am. It's like I'm wasted, and I won't waste it. And I promise that I will stand. 泰哥呢？他现在去参加一个记者会，要鼓励大家要来嘉义秋冬来旅游，所以我想说就让玛利亚先吃好了，很棒。我看你就先吃吃看砂锅米。好啊，那我喝喝看汤。大家听啊，日本没有的味道，一定，我想应该是一定是你的。嗯，好吃。很搭。你要讲几遍？你再来听啊。跟早上的牛肉一样，我想应该是，因为早上的鱼是生的。不是。这一位是谁？介绍一下。真正年轻的这个女企业家林聪如的爱人。超年的女儿，对，鱼头好吃，这已经是众所皆知了。为什么鸡肉饭也这么好吃？为什么？因为我老婆喜欢吃那个好的米，那我们的米好的话，其实就好吃的。很多卖饭的人他没有注意到他的米，我的饭大概就是类似有点猪油拌饭这个样子。导游用较好，鸡油用家己抓。安尼你话，我内底有鸡油嘛？因为我本身台湾鸡有鸡油，阿毛鸡油。所以我咱狂烤，啊鸡油食落去，敢那底属于个嫩滑卤啊，啊酱会黏黏，啊两种南州的就袂啊。OK， 啊你如果从壁挂讲出去啊，对啊，这段哦，哎、欸，这段哦，我跟你讲。吃一下这个，这个是鸭蛋，它这是双蛋，这一颗是双蛋。先第一口哈，我要 A B 的哦。水果香，它第二口蛋切一半，对，好，第三口嘛，全部 mix 在一起。冬菜，哇，玻璃玻璃呢？你现在来吃一下，切一半。你要那个虾，你咬起来，它是真的有鲜味，咬料没苦，真的是越嚼味道越出来。对对对，我跟你讲，那个鸭蛋带出来的那个浓厚，是鸡蛋没有办法比，没有办法比。所以俗话说，做鸭比做鸡好，就是这样。其实这句话讲的也有道理。哎，台哥今天公布了一个不错的点法，这个真的很好喝。哎，我觉得真的那个看着这一集，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来过嘉义，值得为了他走一趟。我跟你讲，今天讲这么多，对不对？你说啊，今天来林聪明砂锅鱼头爆台资源有什么优惠？讲出来啊！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优惠。没有没有，我可以答应台哥，只要讲台哥，豆皮三块，豆腐三块，一直加到你撑饱了回家。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不行啊！哎，袂使，你这话袂使讲，你唔知我观众的实力。你唔知去吃偌济，你唔知啊？哎，这样免费加一次好了。无限吃太夸张了，对啊，这个太棒了，我们很希望这么好的美食介绍给大家。嗨，不要张扬，廖明良，你说这家是你说 IG 人称怎么样？打卡魔店，人手一人一杯。你请那个谁来一下，真的我不行。你叫 Miki 来，你叫他过来，他就在这里，他在这里吗？哇！你说到底还要带我们吃多少东西？大概还有20摊。Miki 这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喝？一定要喝绿豆沙。我跟你讲，你怎么会知道我爱喝绿豆沙牛奶？你怎么可能知道？有一句古话没听过吗？绿豆加薏仁，听过没有？什么意思？我最爱喝的就是这个。
它里面全部都是绿豆沙。哇！莫秋豆，莫秋豆。嗯。大家。Miki， 真的，我跟你讲，你介绍的一点都没错。他介绍了每一个，你都很厉害。弹无虚发。明天我再给你一些机会，好好的再带我们再去吃一天。今天先休战了。对，不行。今天先休战。好了，那我们就出发，传说中的兰桂坊。现在要去吃好吃的东西，想吃什么呢？你想喝豆浆油，想喝汤，想喝汤吗？早上这个一般嘉义的我们的乡亲都吃些什么？米糕，然后还有火鸡肉饭。早上就要开始吃火鸡肉，就早上一早。对，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去吃鸡肉饭。我们今天早上吃米甲汤。这边有一家牛杂汤，真心推荐。炸一波，来牛杂汤。它是杨桃加汽水，杨桃再加汽水，为什么？杨桃加洛神。对。我去了，我就是知道，这个，把它拿好，不方便的是，你先喝，我尝尝看。大妹不方便的是，我还没喝哎，让他喝看吗？喝看哦，没有关系哎，我还没有喝，你先是怎样？可以呀，哎呀啊，我先来一个，来，来，来，这个意外的好喝哎，谢谢，谢谢介绍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一卖卖97年，你看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就是一个坚持啊，真的了不起，了不起。好了，这个能够在这样子的早市，从早就吃到晚，还有宵夜，嘉义实在是不得了。嘉义人从早吃到晚。我们今天借用这个叫做本产的牛杂汤的味道。台哥那边讲话，食物一直送上來，一直送，仿佛是最后一餐的，不用这样子，太多了。我先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最隆重的叫做排骨酥汤，你先喝一个，我才能跟你讲这个故事。好气。我以为更油油的感觉，可是没，不会啊，不会，没有味。我跟你讲，这种排骨酥是我阿公发明的。你阿公？我阿公。你阿公发明的？对。哪里有记载？有专利吗？没有。有谁帮你记录了？我阿姑跟我讲的。我的天哪！你看这个，看一下真正的牛杂汤哦。他们早上都是吃这个牛杂汤，看一下。是多迪斯卡，本当に，我以为是那种油油的，没有想到来了一宿，リピート，不是，いただきます。哈哈哈哈里面很多东西，很好吃。这排骨是真的是好吃到炸。いただきます。嗯，好吃。日本有这种东西。哎，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太棒，怎么会台湾这么的丰衣足食？台湾真的是一个24小时的地方，真的很厉害。24小时吃到饱，太屌了。我跟你讲，牛杂汤最怕就是牛杂有味道，很多人不敢吃内脏。我刚刚亲身体验，我也是属于不太敢吃腥气内脏，那个牛杂无敌强，我想要把这个美味
推广给陆地上的勇士、山里的孩子、布农族的希望。啊，两位差一块，来阿里。我看直接就是内脏，它没有味道。诚心讲句老实话，玛利亚吃过的是不是特别香？马里亚长，嘿，以德化人是什么意思？以德化人，以德化人，知道，就是用我们好的道德，去感化一些受刑人，让他们了解到他们自己犯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重新做人。你讲得太好了。那我们现在依照吸管防治条例，因为你刚刚偷喝玛利亚的吸管，现行犯逮捕，已经移送台湾嘉义监狱。不要这样乱讲，因为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发生的时候，它是没有问题，一切就是自然的发生。吸管就这样滑进去，自然而然。OK， Mickey 来来来，什么意思？ Mickey 以前是在这边关过吗？那因为它的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台湾唯一、亚洲唯二的这种宾式的建筑方式，它是一个泛射状的一个建筑体，不错。好了，那我们 就往里面走，让台哥去参观比较一下。OK， 只有他知道这边弄的好不好。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专家台哥，替我们找出这个监狱的弱点及突破口。Let's go。他发现一个天花板贴了很多 A 图，这样子可以吗？你哪里摸现在？哪里摸现在？没有犯错，没有犯错，没有犯错。好久不见，聞こえますか？久しぶりですね。ありがとう。時間です。すみません、時間です。時間です。星だよ。時間です。私星だよ。時間です。あの、ワンタン麺食べたいだよ。ワンタン麺、今すぐ買ってくるな。一年後ね。哎、欸，我发觉这个嘉义是真的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以前真的是看来看去都忽略了嘉义。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这个泰鲁，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哇，真的很漂亮。但这个历史我们还是要懂的人帮我们介绍一下，对吗？他从哪里收集到这么多的这个瓷砖的花纹？花砖吗？对，这些其实都是台湾老房子上面，所以就是拆屋率很高，所以才有收藏这么多的花砖。哦，对，这个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大概100年。100年了，所以这个全部都是真品了，对，对不对？这已经白的了，还要再画白牡丹吗？对，其实我们这个釉料的颜色是要烧出来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真的？对。你只有一种颜色在涂是吧？你干脆拿进去泡药水起来，全部都烧的都一样。玛利亚在台湾的第一件作品，到时候会1块钱起标，结标是38万。ゆっくりどうぞ。现在就跟玛利亚厂两个比较，到底差在哪里？
想不到吧？嗯，时间一下子就来到意大利餐厅。台哥，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一只春鸡摆在我的面前，我毫无感觉，吃不下去是吗？吃不下。我告诉你，绝对好吃。它这边的肉啊，就是尽量不要切太小块，因为它的肉汁是锁在里面的。如果切太小块的话，我其实会。这个故事本来啊，他是全村唯一一只没有选做火鸡肉饭，他本来很高兴。后来有个人来开意大利店，他就塞牛利达了，他就去了。他的鸡好好吃哦。嗯，真的。我也来吃一块。嗯。布丁布丁的味道。哦，这鸡好吃。嗯 ，juicy。实在是吃到快挂了，这种职业伤害实在是太严重了。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说，因为它实在很好吃，我还是忍不住要吃。是吧？你看日本人吃意大利面，他的这煮法呢，介乎意大利跟台湾之间，比台湾的硬，比意大利稍微软一点。这个美食重要的地方是蛋糕有没有咖啡的那个汁？要湿湿的，而且没有那么苦。こちらですか？嗯。我跟你说，原则上呢，它是全新的汤匙，挖起来吃进去，所以它是不是口鸡蛋、手鸡蛋，你都没有评到，现在是干干净净。这个南瓜汤一看就是好东西，你们喝了吗？我真的不行，有点像咖喱的那种。咖喱的味道吗？不用，这里有非常多汤匙，你不一定要用它的，随便选。你是不是卫生局派来的？你是有毛病。好了，台哥，我跟你讲，在这个有一点咖喱香气的南瓜汤，还有这个带有充沛咖啡酒的提拉米苏当中，我们的嘉义美食行告了一个段落。终于要结束了吗？我跟你讲，其实带的有一点点伤感。我们来的时间太仓促，只能看到嘉义的一个小小的样貌。我跟你讲，这一次的拍摄真的是连我们制作单位都开了眼界。现在我觉得大家可以周末随着台哥的足迹，先去吃一个刻一个林聪明，而且要照着台哥提供的 paper 要吃那个鸭蛋虾仁羹。哎呦，那个太强！鸭蛋虾仁羹真的太强。然后吃完林聪明，喝个绿豆沙。然后早上有没有？今天早上又吃这么好的这个早餐。东市场里面有卧虎藏龙。还有一个还没讲到。什么？最后我们吃完这么多以后，还有西洋料，小洋葱。我们虽然说已经吃的饱成这个德性，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吃了。我们漏了一个没讲，柯庄忘了讲。柯庄就是我们一来下来就挂掉，我们一下来就挂的那家，对不对？哎，我真的是非常谢谢嘉义，我希望大家都来嘉义观光。我们这是什么 vlog 吗？我真的好适合拍这个，谢谢玛利亚桑，谢谢台哥，好不好？嘉义，ごちそうさま，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谢谢。It's what you're doing, making me feel